嫁的时候必须带狗。其实透过你们这个事儿，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啊，我觉得有两点。一点呢，就是在感情当中要学会相互理解。你能理解他为什么会介意这个狗狗是你前男友送的吗？他应该就吃醋吧。那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吃醋吗？是狗狗的话，我还是不会吃醋。但是如果是什么东西的话，我给你讲一个情景啊。这个狗狗是他和他前女友一起养的，然后会自称他是爸爸，他是妈妈，你就是后妈。这个狗养在家里面，你介意吗？我有一点。会介意吧，所以这就叫将心比心。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有多么严重，但是我是觉得你要通过这个点，学会在一段感情当中怎么样去理解对方，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这个事情。你们两个人谈恋爱，你想做公主，但是你不能把他对你的好，或者说一段感情当中他的付出，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。因为就算再相爱，这个感情也是需要经营的，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经营。更何况在这段感情当中，你更爱他多一些，但你又想做公主。那做公主，我送给你一句话，就是当你想做太阳的时候，想让所有的人都围着你转的时候，你要先学会太阳是如何照亮和温暖别人的。好，谢谢，祝你们幸福。狗今天来了吗？没有。他为什么不来？因为朋友那儿没接回来。因为这事儿里压根儿没狗什么事儿，你非得拿这个狗作为一个借口，这就僵在这儿了。你们俩的事儿呢，一个是没什么心眼儿，一个是心眼儿太小，就僵在这儿了。咱先说没心眼儿，咱们没心眼儿用好的话说就是比较简单，没有那么多事儿，有什么都告诉你。比如狗的来历本身就其实没有必要告诉你，而在没告诉你之前相处的也不错，怎么告诉你真相之后就变了呢？这就是反映出你的小心眼。而这个没心眼的姑娘呢，那一定是有一些缺点的，比如说考虑的不周到，比如说丢三落四，自理能力差，所以你只看中了她的好的那一面，但坏那面就不能包容了。同样呢，小心眼也不是完全不好，就是因为他每一条都把你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啊，就因为没送你得行李丢了，因为你在这方面是依靠他的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背过去就嫁给你，人就背了，吃辣的就嫁给你，人就吃了，一颗心就在你这儿。所以呢，这是小心眼的好，那不好就随之而来了嘛。这狗一旦知道它的来历之后，无限的就放大了它的存在的意义，它不是一条狗了，它是一件事儿了，它是一个人了。因为他觉得是不是在你心里还有男朋友的影子，就较劲了。狗和我只能选一个，这是狗的事儿吗？不是，是你自己心里的事儿。不要在狗身上无限大的放大你自己的不自信，显示出来你就太不男人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问题得你们俩去解决，但是千万别怪咱们狗身上，行不行？好，就这样。